就係個 set 嗰個沙律。佢有啲脆卜卜，呢啲幾好食喎！連埋啲菜啊、番茄啊，整體唔錯，非常靚喎、啊！咁佢話咧，呢一間嘢咧，啲豬就分三個層次，呢、這個就係最貴係日本，第二貴就係西班牙。最便宜的是加拿大，試下個湯先，都是這樣，飯呢就都是這樣，不說得上好吃，我以為他會用一些很漂亮的日本米。好脆，嗯，哇！啲豬肉係好食喎，哇！呢個堅啊，呢個叫神之河，飲咗黑五代嘅，加個醬係咪好啲咧？嗯。這個芥辣好東西，我第一次在越南吃這麼漂亮這麼好的芥辣，吃完不是說好吃到嘩嘩聲，不過就當你吃了很多餐越南菜，其實那些可分的東西，咁你夠唔夠脆省成食翻啲唔同嘅嘢咁解嘅啫。咁喺香港有咩日本嘢未食過啊？